哎呀，不要紧了，不要紧了，老婆，求求你了。什么？粉丝买了20盒6伊利盒，连一张009大乱杀戮都没有中。啊？嗯？什么？你没问我头发怎么了？没脸见人了，没脸见人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少林寺俗家弟子，为了学习少林寺不传秘籍如来神掌，才加入少林寺的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哦，平生法号聚辉，如今神功已成，一掌出万佛灭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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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。刚才呢，跟大家开一个玩笑，至于我为什么理光头呢，大家可以看我上一期视频。哎，真是一言难尽啊。刚才呢，有一个粉丝说他买了20盒6伊利盒，连一张009到的时候都没有出。然后我了解了一下，他那个六伊利盒啊是网上买的，250元左右一盒。我勒个去！我之前说过好多次了，在网上买的东西啊，商家就是打开来之后，然后用特殊手段啊，然后里面的卡包都看过了，然后再二次封装卖出去的，所以人家卖这么便宜。你以为啊，兄弟啊？所以大家在网上买一定要小心、小心再小心，不然怎么会有必中包这个东西呢？你说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，我这一盒能不能再拿出一张009大头赛罗。来，让我们开整吧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再整一盒。别的不看了，我们来直接先看卡包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要开拆了。哎，好啊，你又在拆了对吧，卡平啊？都说好了不拆了不拆了，这都第几盒了，你还在拆？哎呀，不是不是，是粉丝想看，粉丝想看我拆六一礼盒的。这么贵的礼盒啊，你说拆就拆，又没人给你关注，又没给你点赞的啊？会有人给我点赞，会有人给我关注的。还敢顶嘴啊？给我过来！哎呀，动动动动动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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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让你玩，我今天就把这条卡包给剪破。哎，老婆老婆别剪，别剪，我六一礼盒，礼盒很贵的，老婆很贵的呀，不要剪不要剪。我就要剪，我要把它给剪断。哎呀哎呀，别不要不要不要、啊、这太硬了，剪不了啊，卡住了还。老婆老婆，不要剪了不要剪了呀。换一包甜甜。不要不要不要再剪了，不要再剪了。你今天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反正你拆卡片也都是白拆，哼。哎呀，其实我拆卡片会有人给我点赞的，会有粉丝给我点赞的。没用，说什么都没用的。哎呀，不要紧，哎呀，不要紧了，不要紧了，老婆，求求你了。哎呀，我太难了。哎，气死了！还有一包，还有一包，还有一包！啊啊啊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忘记了，不要不要紧啊！啊，不要！没用了吧？没用了吧？啊，没用了！不要紧了！看你怎么办？天天，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！哼，看你以后还玩不玩了？兄弟们，真的被他给剪破了，你们看。真的被他给剪破了，我的六一卡包呀，这个很贵的，怎么办啊，兄弟们？这怎么办呀，这个小伙伴们，我太可怜了，能不能给我点个赞啊，兄弟们，我太可怜了，兄弟们。还敢装可怜啊？没有没有，把它交出来。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要把它扔掉，全部都扔到河里去。不要！不要！你说了算。哎呀！不要！啊！哇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我家这是怎么了？进小偷了吗？你们看我家这把卡片都没有了呀，怎么回事啊？通通没有了。我太难了。这难道是进小偷了吗？进小偷也不可能呀，你们看我手机还在，如果进小偷的话，小偷肯定会偷手机的呀。这个我这把卡片怎么都偷走了，手机却没拿呢，对不对？我椅子上也有，这怎么回事呀？难道这又是母老虎搞的鬼？不行，我得去问一问。说，我办公室的卡片是不是你拆的？哎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要骗我，不是你还有谁呢？哎，你别冤枉人好吗？你，我没有。你到底说不说？不说，我才不会说是我拆的呢。你太过分了，是你逼我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跟我客气了，低价。哎，你别回来，别回来！啊，我没拿，我没拿，我真的没拿，你不要这样。你不要冤枉我。我逼我的。不要，我没有拿，这都不要。我逼我的，不要啊！不要给我这样！哎，天哪，脏死了，脏死了！不要去了，我都想脏死了。哎呀，我拿出来！哎，不要，快点交出来吧。就这点了，这个交给你。怎么就这么定了？东西呢？去哪里了？就只有这
姐呀，你知道我都上交了呀。上交哪里去了？就是上交反卡联盟呀。什么？你上交反卡联盟了？为什么要上交反卡联盟？那我要进去小组长，你就只能上交呀。我只有上交过才能进去呀。你想当反卡联盟小组长？当小组长还要上交这枚卡片啊？对啊。你什么？你气死我了！你给我等着，下次再教训教训你。登録してくれたら更新情報をお届けするね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进去要反卡联盟小组长，居然还要上交奥特曼卡片的，真的气死我了！不管了，我去把东西奥特曼卡片给拆了吧。迪迦哥保佑，来给一包。那啥，第二包好卡好卡，母老虎不会是把好卡给上交了吧？难道这家开不出好卡吗？呀，真的是开不出好卡呀！来来来，好卡好卡，又是 SR。完了，这些都是 fake， 好卡那都上交了吗？啊，有一张有一张 ，SSR 真的都满原始形态。来，继续，兄弟们 ，SR， 气死我了！反卡联盟居然把好卡给上交了，害得我都直接破卡，这就难受了呀！破卡什么用啊？又是 SR。这些不会是反卡联盟退回来的吧？肯定是退回来的，只有猜不出好卡退回来的。又是 SR， 差这么多宝莲，我差这么多宝莲的好卡都没有。你们看，肯定是退回来的。传奇传奇，传奇哇哇哇！有一张签名卡德玛卡古，这个还可以，不过是一张怪兽卡就没什么价值了。好，最后一把签名卡了，看一下。是这样油啊，太难吃了，对吧？哇，这个肌肉好强壮啊！现在轮到了，来，一张 HR 帕瓦德奥特曼，然后这张是什么？又是特价奥特曼复合型，也挺酷的，兄弟们。最后一包了，反派维特斯。哎，我刚才还看到 SR 了，我看错看错了，是一张 LG 啊，亡灵基纳。哇，这个怎么感觉是人类形态呀？这张是什么？德塔奥特曼原始形态，小伙伴们，反卡联盟真的太坏了，快来加入旧卡联盟，让我们一起打败反卡联盟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给我点赞关注哦。现在开始煮了啊，不要煮，吃了会拉肚子的。不会呀，会拉肚子的。哎，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不行，我要抓几个奥特曼，好好的去补一下。啊！哎呀，老婆，你拿我卡片干嘛呀？那这不是天气太热了吗？我得拿一些奥特曼的卡片，我要熬个汤去好好补一下。什么？你奥特曼卡片能熬个汤？对啊。这怎么搞啊？哎呀，我等一下会熬好的，你要不要喝？这怎么喝啊？我不要喝，不要喝，这不能喝的，喝拉肚子的。不会的，我等一下给你熬的很美味的。我不要吃，不要，不要吃。不相信？你也不要搞，你也不要搞。你怎么不相信呢？这个很好很补的大补，加点新的卡片进去啊。再来一包，哎，这个颜色红色挺好看的，那它能量应该很强大。来，也加一点。哎呀，不要紧了，阿婆，这是我的卡包。你干嘛你？煮这个就够了，干嘛还接卡包呢？这个是我的呀。因为新的卡包它是新鲜的，那应该能量更足呀，口感更好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这个就够了。哎呀，你要相信我，厨艺这一块我是专业的，你要相信我的能力呀。这些，这些，这些不行不行，这些你煮吧，这些煮吧。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不要管我的事情。我今天人不对，人不舒服，你不要管我。现在开始煮了啊！哎，不要煮，吃了会拉肚子的。不会，会拉肚子的。嗯，不可能，不存在。要相信我的能力。哎呀，卡片不能煮的，没获得不了奥特曼力量的。哎呀，我的卡片啊，老婆，你不要搞了，不要搞了。哎，走开，走开，你懂什么呀？走开。哎呀，这个不能吃的，煮了会拉肚子的。你。哎，不听就算了。你懂不懂啊？不懂你就不要管、啊。你，哎呀，那随便你，随便你，随便你。啊，终于熬好了，来，抱出来。你这个，哎呀，哇、哦，闻到香味了没有？你看颜色都变了。等会儿给你来，给来一碗。我不要喝，我不要喝，会拉肚子的。看到没有啊？奥特曼卡片我已经把它给熬成一碗汤了，现在这都是精华，你知道吗？我等一下把它喝了，效果你等着看好了。哇，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果然充满了力量。
你要不要喝？我给你再煮一碗。我不要喝，我不要喝，我不要喝。哎，你别客气嘛，真的很有效果的。来来来来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喝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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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哎呦。好像不对。哎呀，我叫你不要喝，拉肚子的你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叫你不要喝，我就不要喝。